今日是2024年3月2日的朝早啊，相信今日是2024年到目前为止最冻的一朝。天文台报出嚟咧就系9度啊，咁我而家就攞紧个 Pocket 3嚟试下佢个操作有冇影响到啊个天气冷，因为好难讲噶吓，咁啊试试先。咁依家睇个实质温度咧，手上边啱啱出嚟啦，依家系10度，我个温度计啊10度依家系。依家早上7点几啊，风势都相当大，个天少少光啦，微微光啦，啊，但系风就十分大，真系又冻又大风啊！嗱，啱啱嚟到荃湾落车就开始落雨啦，咁温度仍然咁低啊，应该系10度到啦，估计啊，因为依家个温度计仲未教到准啊，啱啱落车啫。咁依家个 Pocket 3咧操作都正常嘅，暂时啊。嗱，依家嚟到福来村呢、這个舞台，呢、這个叫做福来村嘅舞台嚟嘅，呢度系有咩表演节目就喺呢度嚟嘅。依家有人投诉啊，啊，夜晚发出噪音。嗱，依家温度系10度啊，室外嘅温度啊，嗱。睇温度计，我嘅随身温度计啊，系10度，依家嘅温度系。咁因为呢度冇风咧，所以比较系冇咁冻。嗱，嚟到有啲风嘅位置咧，个温度低咗少少，低咗半度啦，9.5度依家系啊。因为有风嘅地方比较冻少少，低咗温度。咁仍然有啲雨洒紧啊，少少雨系落紧，啊，开始溶溶地啦。咁依家暫時個 Pocket 3都正常運作，因為上次去呢個玉山呢，其實溫度同呢度差唔幾嘅，差3-2度啦。嗰、那個高普呢，嗰啲電池係有少少失靈啊，凍個頭可能係。咁我睇依家就正常啊，呢部啊都係暫時。那個天色就真係灰灰蒙蒙，但係好似光光地有啲啊，唔知有冇太陽出眼啲啊。人都少啲，因为太冻啦，温度低啊，所以冇咁多人行嘅。而家虽然系礼拜六嘅朝头早啊，嗱，接近上昼9点钟啦，啱啱啲雨停咗，就试咗到依家目前为止啊，到360 Pocket 3咧都暂时操作正常。咁應該佢啲比較低温嘅情況，好似而家咁啊，啱啱到單位數嘅温度啦，都還可以應付到嘅嚇。再低啲就唔知啦。啊，完全暫時都係正常操作。天都溫哦，而家睇到啦，個電池就係燒好快喎，已經差唔多冇電喎，又係可能低温影響，真係可能係真係。咁大家留意一下呢樣嘢啦，一凍低温咧，電池就會消耗得好快啊！啊，
又是啱啱撒完雨就停咗啦，暂时啊。咁前方呢度啊 City Walk。因为天暗咧，加翻高少少个光圈啦，吓、啊、清晰少少啊。咁暂时应该都见唔到太阳噶啦。啊，球场都落到湿晒地下。啊！呢棵榕树啊，西叶榕呢棵啊，几大棵喺呢度啊，福来村呢度，好有福啊，系咯。咁呢度咧就系福来村嘅范围嚟嘅吓。后边呢棵系大榕树嚟噶。咁有啲風吹個感覺咧，就會低翻三兩度嘅温度，睇感覺上啊。咁天色就灰蒙蒙，冇得改變暫時。花開曬啦！啊！又路經咗太興啊！咁依家太興嘅麵包嘅質素有少少改變咗啦、啊，就應該暗地裏都加咗少少價噶啦。咩啊？呢個咩嚟噶？啤酒雪花啤酒。哦，雪花啤酒，$10.50。$10.50啊，雪花啤酒。咁呢个和轮蛋咧$18盒嘅喎。咁呢度系嘉兴啊，嘉兴食品超市啊，就好多嘢都好平啊，间唔中啊会。咁啲咖啡啊，$33價錢普通啦，嚇、啊，唔算特別平，嚇、啊，其他啲平嘅，唔係樣樣都平嘅。哇、啊！喺個街企一陣間啊，對手啊同埋塊面都凍冰冰啊，真係温度真係影響人嘅身體好多噶、啊。咁仲有咧。連嗰個電池，呢、這個電池嘅運作咧比較會縮短咗嘅，啊，因為低温之下咧消耗得快咧，電池會唔知點解咧，啊。
知唔知就大家留意一下呢样嘢啊。咁依家晏咗少少啦，开始人多啦，街上面都啊。啊，朝头早冻冻地，叹下茶，啊，食两件几个人啦，系嘛嗱，几多好生意啊，几多人？继续逛下先啦。似乎个风势都冇减弱嘅话，嗱啲旗都系揈紧呢度，诶都系福和村度啊。嗱，今朝试下个机嘅适应环境同埋出边嘅温度，感受过啦，咁啊。今朝啊完成啦，拜拜，行完啦，系咁以测试下啫，其实就系、是、嗱，对出呢条就系青山公路啊，即系青山道啦，叫做啊，咁嗰边啊荃湾地铁站，对面就系荃锦中心。依家就雨尾都冇落啦，开始就放翻少少啦，天又系，但系都系感觉冻啊。